就是自己找食物吃，然后这样，也那时候那个年代没有灯啊什么的，就是星星啊是灯，哦，月亮是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所以屏东的林班歌曲都很可怜，很少有开心，像阿美族的歌就很欢乐，对，因为他们靠近海边啊，那个你那种心情就会很不一样。然后我们是在山上啊，就是对着山呐喊啊，对大喊，抒发说抒发那个心情的那种郁闷啊、忧愁啊、想家啊、想爱人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首《相见又别离》，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。好，继续喽，继续唱歌哈。好，应该不会 delay 到你们那个摸彩的时间吧？好，再来带来这一首歌。这首歌是一首应该算是民歌，是不是民歌跟流行歌曲之间，就是那个可能这边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什么听民歌哈，现在都是听周杰伦、蔡依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蔡琴啊，还有谁？李碧华、啊，你都不会听过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吧？哦，因为是爱音乐的人，然后我们这位大姐也是，我们现场朋友很多，我刚刚在唱的歌哦，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唱，非常非常的有共鸣，然后也非常的振奋我。原来我到北部还有人会怎么讲，我唱的歌大家都还是非常的熟悉，这叫部落金曲啦。所以，对啊，我们部落每个部落哦，大概10公尺就会有一间卡拉 OK， 有时候对家会打架哦，真的那个音乐会打架，就是。哦，我的声音哦，这边在唱《我心里打烊》，那边在唱《爱你一万年》，不行，我们不能输哦。对上，就是会这样子，音乐就会很大声这样子，但是也是很欢乐啦。整条街哈，就是你这样走一轮哦，你都可以就歌就会学会了，大概都是唱哪些歌了啊。我们也是这样子啊，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常常听那些部落的长辈啊、朋友们啊，他们在唱这些歌曲。那接下来介绍这个跟部落一点关系都没有哈，这首歌是一种民歌，叫做。你的眼神 OK 啊，有没有听过？不要说没有听过，等一下音乐放下来就知道了。
现场老师弹奏的话一定会非常棒哈。对啊，结果帮我伴奏的老师哈，因为最近我们南部都在丰年祭啊，所以他们都有活动，所以我也很难敲这些老师哈，就想说他们可以一起来这边同乐一起，因为我已经习惯那个有 keyboard 老师在我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跟老师都会非常非常有默契，所以哪怕是要进歌了，老师就会告诉你要进歌了这样子。对，不像放卡拉哈，完全就是你要非常熟悉这个卡拉，你才知道哪里可以哪里要进歌这样子。哇，现场的朋友，你们都有去里面逛过了没？有。有没有买东西？有。我要买东西才可以出来哦。记得要买小米酒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刚刚有说过嘛，1:1的比例跟啤酒1:1的比例，可以回去喝看看，真的很好喝。哦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喝一杯，对，小米酒一半，啤酒一半，好，这样子就会不知不觉哦。有一次去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这样子，请他这样子喝，结果喝到店家没有小米酒了，哇，他可能会非常好睡啦，因为他已经呈现那种醉酒的状态了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歌。